伙伴，一定要把这个臭毛病改掉，一定要把这个乱捡东西的臭毛病改掉。伙伴，伙伴，在蛋仔岛，你千万别乱捡东西，你千万别乱捡东西。什么？在蛋仔岛乱捡东西有一个大害处，大害处。伙伴，我想问你们一下，你们有没有在蛋仔岛乱捡过东西啊？伙伴们，伙伴们，我们走到哪里就会捡到哪里。小伙伴们，我想问你们一下，你们有没有和我一样有这个乱捡东西的坏毛病？如果你们和我一样，那么请给这个视频点个赞，快把这个臭毛病改掉，快把这个臭毛病改。小伙伴们，我不让你们在蛋仔岛乱捡东西是有原因的，是有原因的。伙伴们，原因就是，伙伴，难道你们还没发现吗？在蛋仔岛上有一个道具，伙伴们，这个道具的名字叫定时炸弹。伙伴，注意看，当我们在蛋仔岛中使用定时炸弹的时候，伙伴们，伙伴们，快看呀，定时炸弹竟然会炸我们自己。你们看，你们看，伙伴们，它不会离开我们，不会离开我们。你们看到了吧？所以我才说大家在蛋仔岛千万别乱捡东西，伙伴们，因为这些东西有一个定时炸弹，它会攻击主人，会攻击主人。你们知道了吗？你们知道了吗？